正面管教有一个基本的思想观念，就是说我们家长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保持和善而坚定的态度。它的基本中心思想呢，是引导我们孩子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表现出相互的尊重。那么和善呢，就是体现出我们尊重孩子，坚定呢，就是我们父母在孩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之下，表现出对我们自己决定和管教方式的尊重。